泳啦，会游泳啦，没差啦。好，来，两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？在下水游泳之前，就是没有暖身。好，举手发言，你要回去的时候可以发一个。家长陪很好，那还有没有？来，吴嘉轩，没有做暖身操，没有做暖身操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有做。我做的海报非常的精美，用一支麦克笔装一个海报。从这边这样跳水。不行，那能不能到？啊，我把你的头压下去了。反正你的热身要做充足。最后一个，危险摔了。今天陈信志下去游泳溺水了，你在岸上。看有没有游泳圈。老师，这里之前很深的。能不能自己跳下去救他？不行。不行，你溺。你现在溺水了，我是陈信志啊。